用点一样，没有，你发现等电脑到时候配置更新的时候，你发现，哎，还是想换。那除非他游戏玩不了了，玩不了那种八小时，我感觉也不太现实。不，我电脑就挺久的。2080Ti还能用两三年没问题。两年，你看，你在这想，我买个2080它可以用二三十年。2-3十年，我操！可以。你这想法就不对，买个2080用个两三年，我个幺，我一个一，我现在1050我都可以用两三年，好吧？没有，就这点爱好。对面虎牙的，我的手机掉帧。哇，对面玉伟，死神钢盔蓝色。那图就是奈文。来解渴。不要先知吗？先知啊，马哥先知，马哥。我先知啊，我这出不打先知。567打，我用磁铁啊。567先知。对他不会小丑。他别人他几个都是 PC 小丑吧，赖维、死神、玉伟都是 PC 小丑。哪里一个角色的？万一十只蜘蛛，不炸了。炸了，送。跑一个就行了。对，跑一个。跑一个。医院二楼。厨房组。小木屋。我修医院了。是，他直接往废墟去了。女神像在你，不对，他在我身上，他干我，他干我，我在大门了，然后带到小门了，他插了个眼，干我的，哎，吸上来了，可以，一波直接转到小木屋 ，OK， 他插眼了，医院不修了，医院我撤了，直接搞到小木屋，稳了一批，然后发现小木屋有个人。哎呀，这你都敢回！我还想，是你还想抽抽？插眼啊！抽啥抽？没点什么，这就是一波开始追魔术的节奏了。我又要修电了。医院那点修不了，有眼。我是那种拿人的，给你啊！对，你不是那种男人，你是那种女人，哎。Oh baby， 主要是擦眼有点。你可以往这边带了，这边电竞马上修完了。我是那种男人。对，你像你弟弟。我等会儿帮你破个隐身啊，帮你破个隐身。打扰了。在。啊，我不干事了，哥哥。567修修废墟。我修石像啊。你在这里啊，你可以在这里啊。手机太卡了。你的浪费电机还剩多少？修完了，我修石像。啊？哦。小木屋，去小木屋，小木屋最后一台。我去修小木屋。太卡了，手机。浪费这个话题还是真的。玩玩机器。出现了 ，nice， 无伤救援出现了。好的。当个鸡啊，刀给你。我找一个非常好使的，看是不是这样行。远离石像啊，免得他过来插眼。继续死他们。哎，谁捡了我磁铁啊？修多少你们两个？我修一半了。我过马了。我也过马了。节奏够就行了啊。哎呦，杀了一个了，皮皮，很 nice。
要来波无伤偷人吗？出现了，出现了，又是无伤。小木屋要，我这台直接点。小木收到了。反了，反了，反了，反了。看呐，摁呐，摁呐。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，别别别别别别别！啊，又来了，胖子又倒了，又是。我害怕那啥，你倒在原地一样一样。来小门，直接来小门，插眼的不是吗？直接来小门。去小门了，去小门，去小门，去小门。去个死拉皮小门，我操！还没来小门啊？哇，这蛇皮亮机。你不在那什么吗？我看一下。地窖在哪里？地窖在哪里？我在森林，我要搞森林了。地窖不知道，他要往你那挂。我操！他说去小门了，我还走下来了。哎，你走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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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走。溜了，溜了，溜了。Oh no！ 白痴。完了，他直接去大门了，感觉。还挂你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的，他过来了，他来小门了。我小门会恶不了。走走走走走走，快走！哎呦！我们要勾引一下。别着急，再猛拖一下。地下，地下，地下。哎，地下 ，nice。给别厮杀了，厮杀了！厮杀个鸡啊！哎呦，这个鸟有金光嘞！还有这个98 K。哎呦，这个、主持。嘿嘿，这土的，亮！我去，这刀没抽着吗？没抽。抽了，抽了，抽了！他的阅历升的好快啊！298个皮，我看看那个女王有多少。388个皮，我操！嗯，皮皮，我兔子扔的吗？还是啥？妈呀，这太牛逼了吧！我操！哎，没法比，没法比。到几点了？三点了没？还有五分钟。该吃饭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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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该吃饭了。那皮皮这是在干嘛？不知道啊，框他，框他，框他。这是什么套路吗？有闪现吗？得闪现应该是。得闪现，得闪现。这就很细，然后像上次比赛那个后门那个框路就很不细，开门就很不细。该吃饭了，该吃饭了，该吃饭了，快给皮皮叫下来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啊！吃饭了，吃饭了，该吃饭了。吃饭了啊！吃饭了，嗯。先等会儿要打，再打一个小时，等会儿要打。啊，今天该吃好饭，先吃好。行吧，都去吃饭了吗？嗯。接下来不就魔法书了？感谢。走两个吃饭去了。啊，谢谢。两个，那我们这你们还打吗？就找两个打。然后。装机魔力区，对，叫装机魔力区。哎呦！还有没有落单的、啊？拉一下。嗯。看一下啊，落单的没有。
都在储备中，很真实。这是简体中文。胖子吃过了吗？还打吗？我吃了嘞，我可以打。行，那把五六七踢了，我们再找两个。我应该买哪一个？我感觉这个不要抢的，这个免费的，还免费的那个。这是 DLC 免费。这是游戏。这是个学习修电脑的游戏。我看一下，我去淘宝上面看一下，有没有免费的，有没有打折的。公屏上找好像不是特别合适。公屏上找，我操，太狠了！五六七，你要吃多久啊？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。哎，马克刚他说他还来吗？他没说来不来，我等会儿要你们要打，我还能来。行吧。嗯。哎，预览罗丹了。哎，看到了个西判。下载提示听客户端。嗯。赶紧，究极 PC 前方，来，理我，可能有一个。哎，来了，赶紧，快开，可以。你们这些弟弟啊！告诉他们我外号啊，先开了再说。你们说，我说不了。220349。这是游戏，游戏上面对好像是、啊、熊猫对不对？没有啊，游戏感觉是跨平台熊猫，杨 Sir 那边，那个游戏那个对，另外两个我不认识啊，血钻不亏的，没血用祭司啊，那祭司干嘛？月亮河啊，月亮河我们都不用祭司了。月亮来了，稀饭还没来。哎，人吃饭了吗？这么干？吃饭干嘛？电竞机没有吃饭。没有吃饭。太能干了吧？来起点，
旋转马屠夫鬼屋，黑白鬼屋，飞了飞了。你们到时候看胖看胖子学修电脑，你们就会了。风窗和风窗一刀没张狂。每秒刷这么快，为什么都还这么慢啊？你们看胖子网速每秒。好像带着闪现啊，他刚才想闪我。没事，拿鸟堆。准备接鸟啊！要没了。下一个月亮给吧，下一个月亮给。准备给我鸟，准备给我鸟。月亮给鸟。秀呀！哎，他闪了吗？没有没有，他要幺零。准备给鸟，还有吗？西风给鸟，西风。准备给。他在吗？哎。他不在吗？不在不在不在。藏了。不挂你。对他不挂，他想谈。月亮修帐篷去了，月亮。我还有鸟啊。鸟又吸出来吗？对，我吸了两只。挂你了。二号站，你现在剩下两只鸟吗？意思是、啊？现在手上还有一只。要飞啊，月亮小心，它就是飞你手，小心。差一台，差一台。走走走走，快！鬼屋后是吧？你在？飞了。帐篷谁啊？快走！假飞，没有飞我来了。他那有车啊你？他不让我坐。你先坐嘛。院长没修到院长。我在修。你这样需要院长，你发句我需要帮助。媳妇就懂了。你们这两个半血有点危险，我跟你说。好了，挂着干扰电机了，兄弟。干扰电机了，把我叫起来，我还有鸟。你还有鸟吗？ Okay、对，吸一口就有了，一口就有，一口就有是吧？那就直接上车吧，去二号站上车吧。那我留了。找你去了？找我吗？嗯。你们修，他要飞我。终点，你们在骑的安点。终点，来终点，重新骑一单。哎，你有鸟吗？现在？没有，他没骑到，反正就是看一眼就有。行吧，没事。快去！他怎么技能啊？闪现是吧？没，闪现没交，传送，不是闪现，传送。飞了吗？没飞，追我！修老板吗？一半，马上过嘛。等会我不开门啊，我撤，我去起点。我也去起点了。嗯，要好了。你好、炸了，炸了！怎么搞？没事，这个可以救，希望可以救。四杀了，皮皮四杀了。他能救吗？他能不能救啊？
你别双鸟，你说能不能救？修呀。那。追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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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二号站的车直接到终点啊 ！OK。越南死了！飞了吗？飞了，飞了，飞了！哎，呵呵，他坐车过来，他正好飞到你脸上了。啊，不对，坐车过来了。哇，这是干啥？满血额。跑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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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点面子，给点面子。邻居也追。哎，你那边终点门开多少啊？你？开个锤子！我吸了只鸟跑了。哦，越南开多少？越南？好像开了一半了，盖多少了？西方能起来吗？好的，西方能起来吗？你哪来了？我去偷了。那个鸟，哎，他上车了，他坐跑了。接一手，接一手，大哥，哎，凶，哎，可以，六六六。表面去起点，其实我去终点。都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吸引了，吸引了，吸引了！来来，摸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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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嘛？不是不是，我是直接飞了，越南飞了！你们直接走，你们两个走，你们两个走。平局就赢了嘛？哎，上上上！平局赢了，跑一个就赢了，跑一个就赢了。想多赚点分。跑一个多一分，跑一个多一分。西饭怎么还没来啊？再给他发一遍呗。嗯，老李，这个是谁呢？老头，感觉像是蓝色那个头像。是免吧？哎哎哎哎哎，这个是谁啊？老头，老头，老头，免免免。免吗？对对对对。打个四个医生试一试。也不一定是免，但是早上他们这个队伍是免啊。那我用磁铁了。Hello Hello。来了来了来了。应该是打老头。打老头我就不挂这个了呀。你们看一下啊！老头，对面，老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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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空气气都出来了。在擦小布。潘仁华，快到大门！啥呢，朋友？哇，你们看就开始下路躲空枪了吗？有那么恐怖吗？我们会空枪吗？
招不到怪兽。在疯狂炸小木，这个老师。哎，他疯狂炸、哎、炸集装箱了。对，我被炸了一下。哎呀，我被炸了两下，我快不行了。差点去世。看看我这灵巧的走位。穿着高跟鞋，他走位走得如此的灵巧。感觉我要凉了，哎呀哎呀哎呀，哎呀不行了，我要上脚了。你在哪呢？在小木屋，在小木屋，快不行了。我过来，我过来。来搓一下，他被冷掉了好像。哎呦，阿扎。我去烦老头啊，老头在被玩控制器玩得太爽了。没人摸西方吗？没人摸，没人摸。艾迪在哪？摸一下。没，那稍等一下啊，稍等一下。小布。哎，不虚。没有，没人做飞机，没修。西方，我来摸一下西方。小木。月亮在修吗？我在那个大房子里面。你在大房子吧，我来了。哎，你去大门，你们两个去大门。OK。媳妇，你把大门再空完，你再去大门啊。哎，传送弹了，哎，快摸月亮，快摸。我去了。哎，大门没点亮了。现在看大门。嗯。本来出不了了吧？对，来，我来摸。你不用蹲，我再去大门，我又被炸死了。他没传送啊？没事。在看大门，已经封住了。这个地方被你们来摸，我控制这里的能量。来摸吧摸。你们来控，你们来摸，我在这控能量。炸了，炸！这个电机没能量了。我在修大门。这个位置没能量，过来，稍微靠这边靠椅子，你们这去哪里了？那边满能量啊！为什么咱们两个都死了？你们两个都来这里干嘛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感觉我一般不知道。下面那个能量台没能量了，这后面的能量台满能量，没人控制啊。没得了，二瓜姨。皮皮平了。皮皮上跑了。加油！我在修。我这边还有控制器，我玩不了，都在他脸上。你修，没事，你修。再修。一半了。
完了，我炸机了，我被封住了，完犊子，我死了。我去补，我去补。哎呦，去世了！我起来继续修了，快点快点，加油加油加油，我快不行了，不行他看我了，晕了，没事摸吧晕了，再摸我摸起来，啊摸摸摸，这个电机一道墙封死，他老是封这个电机，别修了别修了，等会儿再修等会儿再修，你们大门摸好，你们大门摸好，大门摸好，关不住关不住关不住，我钻我钻过来了，还有张狂。我挺住了，好吧，我这波挺住了。能把你摸起来吗？你们三个在外边打团。不行了，我这边过自一半了，我又被砸死了，大哥。我这边过自一半了，这大门在那边。哎，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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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这还不止一半了，出来参加。没得了。你们可都死了。胖子要治愈啊。昨天你和刚刚和你一波大防后，跑大防后被双倒。你们两个往我这边靠，你们两个都抓不死的，这边没能量的。快凑一下，快凑一下，快凑一下。他在看我们了。胖子快起来。他全死掉了。前面有治愈。快起来打他一枪，起来打他一枪。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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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还是吧，报仇了报仇了报仇了，老头老头老头，还是老地方，用个医生，医生加前锋吧，不用吧，那有什么阵容啊，要不要前锋，不用前锋不用前锋，用医生就可以了，他万一有杰克怼我呢，怼你就跑啊，给你上点给你上点，你要看我们看看是不是老头啊，他好像只会两关，老头好像，老头老头，我看到了空气器，我在大房，来小木来修小木来修小木，在大房我控制能量，嘿嘿嘿，你这胖子在哪、啊？小木后面。来了来了，发信号。你怕？你咋的过来的？看见没？看见了。OK OK OK OK， 来来来，就等你就等你就等你就等。传了传了。摸得好摸得好，没事可以摸好，我可以摸他过不来，这个位置他过不来。万一他过来呢？我说他过不来就过不来吗？
又开始玩手机了。疯了吗？没能量了吧，弟弟？能收了吧？哦，大马被扎了一下。哎呦，对不起。大马，我过来吧。这想瓮中捉胖吗？先生，发信号。嗯，在大房电机，大房电机，我在修呢。那还在砸。扎你去了，找不着了。战地医疗兵，嗯，哎。放开一下，放开一下。没能量应该。还有一点点，还有。没了，应该没了，这之后的。这么多、啊。我去求你摸下胖子。胖子来中场。来了，中场没能量吗？大房没什么能量了，我杀了好多下。我跑不到，我跑到人皇了。你往我这个方向跑。你要被炸死了！哎呦！起不来，告辞。下吧，下吧。救吧！开枪！哪来的枪啊？拿针扎他们！我有枪！嗯。我上点说一下。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小木，你们那边快去晚了，哎，你晚上跑哪里？我往那个大房。我往大房跑了。大房后有没有电还？那电比较小，有电。我往大房里面了，哎你。他追我了。这刀没了，刚才没药，没药。来，月亮帮我给你点月亮。等一下啊。好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大吉。等两个先知，一人给一个。给我月亮，给我俩，给。我现在在滴滴上，刚才炸了一下。来，西半个，快点。快点。胖子没了，我也没了。给鸟犹豫些啥嘛？没得了，又是释放。我大我在板下，先知我的板下。是不是啊？太远了。我要救他，他不要去过自己了，过自己了。要开始扎了。啊，没能量啊。对的，两个。我帮你控大房的能量吧。大房狙了。被封死了。快板下了，完了，把他砸过来了。没有，起不来。好像刚才就应该。还有鸟没？吃饭？没有鸟，鸟上次给你了。我一个鸟。哦。正应该空姐加前锋。行。
明天救人，师傅。我看一下能不能救。哎呦，我走地下吧。都死球了。他砸我，我学鸡了。吸到了吗？没有。这老师不大腿，要扎我了。扔不到就开始滑。哎呀！我打不了，我打不了了，我要去拿快递了。杀了，平局了，平局了，平局了。皮皮杀了吗？对，杀了。你们先打，你们先打，你们先打，我去拿快递。切人啊，看看有没有幸运儿，抓一下。啊，又缺人了。对，胖子拿快递去。哦，他还回来吗？不知道，他没说。他歪歪都退了，估计是不来了。好像没有幸运儿了。不行不行，我要去把人绑着。人皇的加一个变现，七在歪歪，他是应该吃完饭了吧？他游戏不在线啊，他都不说话，应该也还没吃完。就等你了，感谢各位三号，三号三号三号，哎呀，咱今天就打了个六点，休息一个小时，怎么样？干到死，干到死。那不行，那晚上排位不用打了个屁的，累死了，累死了。然后想今天是最后一天了，明天就没了。不行，休息一个小时，休息一个。要不要再来？
我去，河南郑州开封。嗯。不好意思，我现在很忙。不好意思，我现在很忙。我就不知道他们哪来的我电话，上来就搞推销啊！分那是匹配通道分。太干了，太干了，非常困扰。范子规参数365，然后我都不认识了。不认识。谁打住我？我打。我来吧，我的天，让我来吧。你不是手搓吗？手搓稳啊！我把你撞墙。电脑的屠夫的那个，哼哼，有什么？他跟小梅了。杰克。他走了，看到我走了，他要去三板了。嗯，姐我来了，他看见我了。嗯，我直接往福利房拉。你们大门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。别进福利房，我去修修。大门有一个人，无敌房有一个人。对，在追我，我跑到大门来了。那我撤了。我好慌。无敌房还有一层。我感觉。不是还有鸟吗？有，你要有就说。试一下。看我一下。蹭到十几刀，去！我那个小木屋是一半了，你跟上。我要往哪里跑呀？你在哪？我要死了！哎，他空刀了，会不会是近身呢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头铁直接撞，大不了秒就。我他是刀感觉。我被逼走了，都抓不了。
拐弯，拐弯，拐弯，弄他！哎呦，那么凉，他我看见走了，他有误打也给我整了。他不是要干我吧？这么怂？他不是没了，可以救。我卡十几秒再去吧。卡会儿吧。我爽死一次。主要不知道他啥技能。往小门走，先知去小门。那个小门，别往小木屋带，小木屋是前锋的机子。你闪电，死小门了你找位置吧，他隐身了，他追我还顶不住呢。没鸟了吧？没了没了。不要，他不是隐身，啊是隐身，哎开慢了，快走快走。哎呦，还差一台。差一台，说个，差一台那个大房呢？金身的话，都上不了了，他隐身追我好远。挂小服务了，这样，这下这下。没事，他没那个阵容运，我呢，我应该能补完。战友玉不是张狂吗？哎，那我偷人了。破坏玉。偷不了。过来了，我过去了，还差一台，我去补一下。只能先修一台了，没有遗产。没有吗？我修。哎呀！揍他一手，揍他一手，哎，修，然后你死了。哎呦！我跟一下，你们修这台，这沙包，沙包。小木屋这个板扛死，扛死。沙包，沙包，哎，沙包。哎你怎么给下了？我以为你叫我下板子。没有，卡他卡的，在这个板卡的，让他难受。他杀隔板了，要杀不到了。你躲那个酒桶，那个。不是杀刀子。哎。沙包满电。对啊，他就是那个满弹。让多少摸起来啊，我这些。啊，没有没有，他有金身了好像。好了，那没办法，那没办法，只能赌一下了。那、哎、你们两个进 VIP， 那我没了呀！你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我进不了，我进不了，我进不了。你去找去找，你看能不能定我一下？我这边来点，我这边来点，你看能定我。一半了，一半了。你定对手。哎呦我操！那没了。这波我直接点啊！点！没，还没凶完，你快点，你准备好，三二一，耶！二一，耶！我拉走，你看他妈就，行，我去偷一下。哎，没了，低调。我说。你先自己。难受啊！舞蹈应该还没好。能顶住吗？是我想太多。是啥了？完了。我背锅。没，我起来了，奔向自由。奔向自由。我在等，哎，我不敢旁边晃晃，旁边晃，难受了。你还有多久去世啊？我都走了。不是，你那是地窖吗？对啊，快！你还有多久？嗝屁！完了，你那走不了，我起码还得个15分钟，还能死。
嗝屁啦，鸟没交出来。哇，差不多好了。平级了。你他妈吃啥了吗？好像是。要死杀了，要死杀了，还剩一台。行，平了平了，能掉分。还行，升级了。哎，早知道不骚了，不骚了，是不是跑一个咱就行了？总算不撞也好了。保平，我们就下把位，争取跑一个出去。对，咱们以后就跑一个吧，跑一个，跑一个，争取跑一个。哎，不行就慢，不行就慢。感觉跑一个就能赢了。你还可以，你们打屠夫吗？艾丽和丽拉。你问月拉。你打吧。你要打吗？我都行，你先打，你先上。嗯，开始吧。跑一个。开始，开始快乐。没事，不加分也不扣分啊，没事。我玩多一点先知啊，我玩先知多一点。那来一个救人位，对吧？对面是谁啊？对面是木木、抱抱熊、欢迎您。M F 级。你要的回忆。那我来一把无敌佣兵。行不行？啊，我来先知。那我吃点。皮皮不玩先知吗？我能玩 GS 吗？那你就玩 GS， 咱们就打一个非那什么的阵容。可以打一个卖 GS 的阵容。对，我们争取跑两个。跑一个。啊，跑两个。对，把电池去玩，我很能搞。我们跑两个，这把争取跑两个，好吗？跑两个。猪是在哪呀？我没看见。我在大房里。蜘蛛。大房，蜘蛛。那好了，追我了。那我去大房修了。我在大房废墟。大房废墟是靠着小萌的是吧？哎，皮皮快走，他来了，快走！别玩了，往这边冲了！哦，他看到我了是吧？是看到你在空地上，他往这边冲了。完了，他锤我了！完了，没了！有的！聊好了，要上两吗？不要！他不追了。怎么可能不追？我看了一下，该上点了，我感觉上个点吧。赶紧去撸，准备卡施救啊！卡施救！来了，他在朝我这边，朝我这边，他不追了，他追我了。对，那个赶紧修啊！结实本体，赶紧修。行，修手。来大房先知。我那往大房走，但我毕竟到大房，他事太多了。我那个太帮你一把。对，你应该是被卡住了，他不让你走。哎，他要踢板子，那我先到这边来。我娃娃在你旁边，所以我娃娃修不了了。那我感觉我要凉了，顶不住了。你娃娃要多好。结实战术。哎呦，我加速没走掉。
娃娃先走为敬啊。我丢下来了。哎，丢下来了，那我撤了。我这个娃娃修这个先知的电梯啊。那电梯快修好了，好像差一整台。为什么娃娃都没有心跳呢？他荡出来了，快无伤救，无伤救！无伤救！快走！OK， 就两次，我手里有两台，艾丽再修一台就够了。行 ，OK OK。别迟到，我能修得动，我能修得动。我就死角落，就是角落，知道吧？就有机会的。啊，然后我的娃娃被打了。还差一台，好远嘞！哎，佣兵，要不你修那台吧，修那台那个小门的，我有薄命，我去叫，怎么样？一半了。好，啊，行吧，我去，那你过来。嗯，我去了。你知道在哪吗？我信号发了，啊，你知道。这个信号那个呗。对，就那台。你没机会了。小木屋有鸡吗？完了，我被拦截了。不会被欧皇吧？只要你不被欧，你就能救到人。嗯，啊，我救了啊。救下来要砍刀吧？对，把他扛到死。他打你了。没事，他打我没事。我娃娃能修开，就差艾丽那台了，应该。对，一半。他手电机去了，我先走了。你电脑，哎，多修一台了呀！哦，不行了，我被看见了，他就差了一台了。没了，点，快点！能点吗？点，快点，早点，早超生。哎，我要他切。别点。压好了吗？啊？不是你在压吗？是啊，是我在压，那佣兵救吧。啊，对，佣兵救。我看一下他们的局。往大房跑啊！直接往大房跑。嗯，行。那、啊、行，我们平了就赢了，感觉。都是已经击倒了。对，对面肯定是杀了。被震慑了也不要紧。他吐你，应该吐死你。直接往大房跑。你下个板子，下了板子我就点了啊。行，我下个板。点了啊。啊，点吧！但是我跑不动了。接身没事，我没上挂飞啊，我一挂我还有娃娃呢。来开那个小门。来我这，撤了。他娃娃还能自救。娃娃自救。小门开了。开了，先别走啊！我娃娃捞一手自己啊，看有没有机会哈、啊。他回去了。艾丽能走吗？我能走，门开了。他平局了，他来好像也是平局。哎呦，他有机会。哎，跑喽！哎，佣兵能，佣兵能砍到吗？不行，佣兵可以啊。可以扛。但别被吐中了、哎。没了，算了，走吧。慢点。他们那边也杀两个了，没，他这边还有机会，看一下，他有个魔术师困在二楼了，不知道带什么技能他。看一下机会。看机会。好像是这里还有一个人啊。